水蒸发，电费亦急加，阳光都惊讶，很想要休假。嘿，耐性够一下，怕讨厌那一刹，防晒太快，衫妆都急变淡，明明已到处跨。长雨夜时分，仍想拥抱一下。可以战败，不可收买，信人会失败。从来未信牺牲尊严，竟可跳出魔界。斗命长，多出街，怪物来不必见怪。无论铁路会崩坏，方向未会被活埋。残梦归于乌有，还有这心态，信最后善良留在世界。抬头上有天空，敲不碎；埋头上有智慧，思想他人难偷取。痛恨无能为力，也没有不对。只需要死不去，流泪都必须喝水。信未来，死不去，仍旧有你我战斗的生趣。抬头上有天空，敲不碎；埋头上有智慧，思想他人难偷取。软弱无力，全是坚忍的证据。灵魂内有信仰，抢不去，这种抢飞也许比你畏惧。想保无邪之躯，还是必须好好。我嚟緊10月7號就有自己嘅第一場音樂會啦。咁作為第一次啦，咁有啲咩要準備咧？你覺得？呢個都係可以分享，尤其第一次，如果你可以建立呢個習慣，係非常好嘅。就係你開場前嘅30分鐘係冇見人。那個壓力其實很大，所以在開場前的半個小時呢，那個人是要很集中精神，而那些人進來拍照啊和聊天呢，是絕對會讓你分心，而最好最好就是背 run down， 因為我次次都會背 run down， 因為整個 run down 是你的故事，所以如果你完全知道那個流程是怎樣呢，就會很順暢。開聲啊那些我基本啦，即你一定會做啦，你用勤力，但是在這些小節的位置呢，是很要留意。嗯嗯，明白，多謝分享。